小雅在呢。 我妈一犯病就叫我小雅。以前我一直以为我妈就是叫错名字了，但是现在看来，她应该是叫错人了。你的意思是，你有一个叫小雅的双胞胎姐妹？拜托，你醒醒吧！世界上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？ 你有一个双胞胎姐妹，来泰国了，还正巧被你看见了。我说大姐，这个世界上长得一样的人太多了，而且说不定他们已经被那帮人给放了，咱就别再想这事儿了，行吗？来。 赶紧吃，给我涮筷子。你刚才没回答我呢。你认识我？之前我被人当成你绑架过，是欧阳救了我。你真的欠他们很多钱吗？林梅啊。 小雅在呢。 妈妈吗？之前绑我的那些人，让我给我妈打电话。我从小是跟我妈一起长大的，她叫杜小月。你有什么亲人吗？我爸叫林志国，但是他不是我亲生父亲。我是在很小的时候，在孤儿院被他领养的。你小时候在孤儿院待过啊？嗯。 你想好了？真的不敢相信，他有可能是我妈妈。当我知道我妈还活着的时候，我真的想不顾一切的去找她。我带你去见她。但是我又一想，我不是走丢的，也不是被拐走的。 他扔下不要的，若男，你要是我，你会去见他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的是。
他每次犯病的时候，嘴里面喊的都是小雅。我再想想。